多方面的支持的。中小企这个服务中心呢，帮这个中小企呢是找机会找 partner 创富，环境宽松一点，还有即好像多了一个leveraging 的机会。很實用的，是很直接的，就是有很多問題，很多答案都是我們想知道的。無論在心理上、在財政上，還有怎樣去營運一間公司，都獲益良多。